是什么拢无，越过头会看到，花开花谢香路途，春去秋来日头笑，拢是岁月的暂时，美丽的伤痕。是啦，你大概吃啦。嗯。啊，看到这水果吼，我才想着。嗯。阮进来安怎讲，你敢知？嗯。我这水果恁姐姐吼唔通食。我讲吼，啊水果恁姐姐，啊若无安尼，我甲你烫互烧，即香来互你食。哈哈哈！啊，哪有人无爱食果子？哎，我知影，阮家迄个就配人呢。哎，秋玲，啊你真正甲迄果子烫互烧好食？嗯。啊，当然嘛是阮算笑的。哦，水嘞。嗯。哦，牛噶。对啦。嗯。啊，秋凉，你的手艺真正足好的呢，咱实在无通啊比啊。哎呦，啊我吼是爱做，啊若接做就变牛做。啊，若做这哦，哦，我是真内行。啊，不过若碰到厝房哦，我真正就无半撇。这哦，我就歹势讲哦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电锅我已经买好啊，后摆吼袂阁再去食个臭火大的饭啊。这哦，早就应该去买啊啦。啊，阮即马拢用电煮锅啊，你即马才买电锅。有趣呢。嗯。在阮兜有一个，你嘛知影伊。哦，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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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秋玲，你底部摊开我看一下。摊开，嗯嗯，来，阿姨平一平。对啊，我嘛是安尼咧听啊，安尼差这多啦。嗯，安尼也比我较熬，啊老师都换人做啊。哎呦，你看你啦，你那个乌白豆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哎，你若出门吼，千万唔通讲哦，我是恁老师，我是无安尼甲你教，你常常安尼哦，切来倒背啊，无好看啦。老师，我拜托姐啦，来啦来啦，甲我处理姐啦。秋凉，你着吼阿娇吼提早毕业啦，就不要出麻烦。吼、哦，啊学生收就收啊，我若甲赶，伊敢要走？
老师，你嘛莫安尼，我甲你哦，我嘛是有六合肺的呢。嗯，当时倒位？嗯，你无目睭通啊看？是啊，拢是。哈哈哈！啊，那嘿哦，我交学费嘛无输你啊，啊，不过你也学费啊。嗯，有一半你家己吃。哎、欸，拜托拜托，恁拢总甲食好玩，啊，若无吼恁村的哦，我嘛真费气呢。对啊，迄拢是阮家的赠品，像这的物件，阮爸爸才不爱给阮买，嘛不爱给阮吃。妙慧，你真正有去顶着恁妈妈的手艺呢？迄串珠哦，水够紧。妙慧哦，唔那手艺好啦，而且册哦读了就好呢。像阮阿珍啊，大家嘛是安尼读书啦，就无法度像妙慧读到这么好。啊，阮囝拢袂晓读册啦，我就叫伊莫读，对因爸爸去卖菜，伊阁嫌忝呢。哪有参像像连大汉还有四零二啦？哦，国中毕业就知影做代志趁钱啦，啊，即马伫咧中立读迄个什么工专吼，嘛是半工半读呢。哦，因到第二个人从嘛袂歹啊，伫高雄咧读军校啦，啊，拢无互秋凉咧烦恼啊。秋凉，你是足好命。啊，煞毋知影吼，我着名号了好啦，叫做高秋凉，啊，所以毋知安尼真凉哦。哦，阿哥只要若是人，哪有迄落无烦恼的？啊，咱人若是有烦恼吼，就去放喺心肝内就好啊。哦，恁家迄个赤家大家啊，油干烂啦。嗯。啊，秋凉就无大家，倒位来的什么赤家大家啦？有啦，一直拢嘛有，有一个来兼差啦。就是因家迄个怪人啊，我拢讲伊是恰恰大家啊。嗯，你安尼讲我有赞成呢。迄无查甫人哦，像你安尼爱管你啊。是讲吼，恁大家也搁较烦啊。嘛无哈鲁克会烦啊。哈鲁克？啊哈鲁克啥物啊？哎呀，就是哈鲁克迄个爱红烧的翁啊，因为伫我。咱借问一下，这个住址是伫倒一位哈？你敢袂用去问别人啊？这也无什么人伫咧，拜托你啦，我已经找足久安尼。嘿啊！我138哈，六加二安尼。哎，阿英啊，来来来，你甲我进看一下，看这地址是你对哈？大勇街138巷，这条我知啊，第二季进唔到迄条。阿姊嘛，我带你去。好，好，谢谢哦，你放心哦。歹势咧，我甲你斗三工着哈。伊哦，就生理哦，乌白做啦。啊，听讲哦，欠两袂少钱呢。即马烦恼的是哦，伊拢用哈鲁克的名伫外口开票啦。啊，这所有的债务哦，拢是哈鲁克在拍呢。啊，到底是偌济钱啊？我唔是讲拢看无啊啦，哎呀，问我这几日我来知影咧。啊，你当时人吃啥？你回来啊？你的老将哦，我甲你烫好啊，啊，你要去看卖无？好啦。
找啥？迄是林总高阳寄来批啦，哈，啊，伊就讲哦，伊即摆考试考完啊，啊，考了袂歹，问看你身体好无啦？你先去无闲啦，我明仔电话你听。我先来落落来哈。今仔去买猪肉的时阵吼，迄卖肉甲我讲啊，讲迄破病死的猪吼，吼，较俗啊，叫我讲吼，买当来卤卤的吃，无人知影。吼，迄种想法唔通啦。我煞唔知，伊讲迄个破过药水吼，迄肉个看起来安尼白白啦，啊卤起来安尼真水啦，迄有人吃过吼，迄真正，万一若出代志，迄就歹哦，我讲。这豆干好啊，我嘛都无。哎，慢，豆干嘛是爱小烫一下啦，才我都杀菌啊。这是啥？啥是啥啦？你当作你创个呀，我都无看会晓。迄蛋糕好用嘛？你若遮乌白乱买物件哈，是倒是较听袂用去煮饭啦，一定着爱买蛋糕。我有甲你讲过呢，赚十块用去开八块，你嘛爱欠两块，你拢无咧甲我听个哦。即摆钱是你咧管个呢，你爱想要买啥就买啥，钱物也欠袂住啦。毋是啦，迄是因为电锅是用我才买的啊。啊，你有知影吼、哦？我著较袂晓煮饭，啊，骹手搁混沌，啊，迄个用电锅煮饭吼、哦，加外省工嘞，我毋免干呢，一工干毋得顾迄骹饭。啊，干你顾一骹饭是要开你偌济时间啦？你省这时间，你是要做啥？嘛是甲外口里遐人咧四界咧开讲，讲一寡有诶无诶。你煮啥，我来吃啥。我敢有甲你嫌过晓？想要买啥就买啥，我赚的钱要哪够你开啊？那你甚款的家庭啊？是当过这种日子哦？以后厝内底钱也无够开哦，拢是因你。你爱享受啦。享受，享受嘛，不是我家己想享受。原谅你买电锅的代志。能够做的饭就是好吃。嗯，啊，若好吃，就加吃寡。我买这电锅吼，就是为着要让你加吃一寡饭。你看，这电锅吼，也毋是我一个咧用啊啦，咱全家伙拢嘛用会着。嗯。妈，这菜哪只咸？嗯。啊，咸就加配一寡饭啊。你着知我煮菜较含慢。妈，你敢袂感觉？这菜足咸的，配饭拄啊好啦。妈，你煮的菜，爸爸拢毋捌嫌过，啥物你嘛食会落。无啊，啊我煮的菜是偌歹食啊，我敢会甲你偷哟？偷是袂啦，会惊啊。紧食啦。嗯，爸，啊，你平常时毋是食一碗就饱，啊，今仔日
哪会得第二碗？爸，迄蛋糕的饭有好食吼？我知，爸若是无讲话，迄就是好食。是无命啊！吼，我看你这世人哦，要等到什么时阵才要开嘴叫我的名？啊，豆干几袋？一袋。一袋。海带、卤卵，啊，豆干会无？送你15元就好。好。啊，过来来哦，吼，来，谢谢。等你，谢谢哦。这卤味我加的。好啦，我加的。大家物件拢有啥计上呢？有啦，我等拜拜真紧吼，我等下吼，再送你一份豆干。你较早睏的啊？这一下，是啊，君呐。啊，你买这是要做啥啦？吼，啊，这也毋是要互你啊，迄查人物件你毋捌啦。喂，你习惯哪拢无改哈？怎安尼？
介意乌白来买物件啊？你敢知影？才会当买偌济菜啊？你就是爱享受啦，甲顶下买迄个电锅同款，无菜人的钱你啊？啊！即摆倒一家倒一户，因兜无电锅啊！我刚来买一个电锅，互你安尼细细念念念念几礼拜。看别人买，你着买。咱兜敢有遐侪钱当互你乌白乱买哦？迄电锅哪会号做是乌白乱买啊？迄电锅是实用的物件呢，你家己敢无感觉迄电锅煮饭加真好食？就算讲电锅应该买啦，哈！啊你，你一开拢买到两条，哈？买两条是要做啥？安尼毋是乌白乱买，还无是啥？假使你讲我买衫乌白买，安尼就准拄煞。我逐摆去嘛是拢恁条的啊。啊，我今仔只不过敢若买两条丝巾啊尔。我嘛是徛遐想足久，我才买，开也无偌济钱，啊，敢若买两条丝巾，安尼也袂用的哦。啊，你一个人买一条就好啊，哪着搁买到两条？那是因为寒天要到啊，我一条要免费补货，也毋管来用的，安尼也袂用的哦。迄几件拢你的物件啦，啊，拢毋收好。对啦，啊去倒？敢那讲要去剃头？哎，不要紧啦，阮讲两句哦，就要转去啊啦。阮想要问你哦，是毋是当哦替阮大家哦做制服啦？啊，阮家第二，因家第三，都会买新的制服啦。啊，结果问来问去，吼，有几六斤哦，拢白买呢。秋凉，归去哦，你买一捆布吼，啊替阮大家做，啊吼，互阮省钱，你嘛会当赚钱啊。啊，量敢真正遮大？啊，当然嘛有啊！啊，因家、阮家，搁有黎明家，哦，搁有黎明因小哥家的。啊，因小哥搁讲哦，要招厝边隔壁做伙来买啦。啊，啊，搁有阿芬因家啦。吼，讲到这个阿芬哦，真正足麻烦的。啊，就是迄个大家啊，真爱计较呢。连咪讲好啦，连咪搁讲哦。啊，你毋是去剃头，恁还转来啊？是秋凉讲的，是我约会啦。秋凉，你赶紧离开。迄恁查某人足奇怪，啊，到做伙哦，就拽个人闲仔话啦。啊，可能看到讲哦，恁遐讲来讲去，啊，倒一家出代志哦，迄就是恁讲闲仔话共讲出来，迄恁都爱共扶持我，甲你讲。唔是安尼啦，无像是恁想的遮严重啦。啊，阮也无咧讲人闲仔话啊。啊，毋是讲人闲仔话，啊，无你是咧讲啥？我甲你较拜托的啦，查某人哦，甲厝内底顾好就好啦，毋通四界里外口安尼讲来讲去，真正。因是来问我讲要甲囡仔做这服务啦。做啥物这服啊？你即摆当作厝内底是服装店的哦？毋是安尼啦，啊，都干呐甲囡仔做这服安尼啊尔。查某人哦，甲厝内底顾好就好啦，你也免接一寡有诶无诶死头伫遮咧做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若讲厝内底诶代志吼，我会去做啦。你遐做是咱趁偌济钱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我足无爱讲外口安尼，人来厝内底咧行来行去，迄我看足压杂诶啦。你共乌白开遐钱哦，欠落来，安尼就够用啊啦，你了解无？我当然嘛知影啦，趁十块爱开八块，欠两块啦。啊，不过事实上，咱都爱开到十二块啦，剩的两块是要阮倒来啊。啊，你即摆意思讲，嫌我趁了伤少，无够用，都你一个查某人敖斗趁钱，你意思是毋是安尼啊？我无迄个意思啦，我只不过是甲事实讲互你知影，安尼尔啦。啊！你这事实就是讲，
对啦，我赚的钱无够请这个家，就你一个查某人来搞斗赚，你即摆就是看我无起，你讲遐话就是这个意思哟。吼，啊我甲你讲我无迄个意思，啊你哪会安尼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啦？唔免讲啊，已经真明显，我就是予你看我无，唔只系我讲个，你拢无咧甲我听，无咧甲我信道个。我只在甲你讲袂顺车呢，啊看你安怎想啦，凊彩你啦。食饭啊！我才袂甲伊讲人食饭嘞，要请你家己去食。妈，你莫安尼啦，安尼你的巴肚会枵，你紧来食饭啦。我哦，已经食到规巴肚去拢食饱，食袂落啦。爸爸要等你来，才要做伊食饭，啊，我巴肚就枵的呢。我来甲你讲，食袂落就是食袂落，无爱食就是无爱食啦。我提早来去阿英因兜啦。妈，喂，爸爸妈，阿英，秋玲，这是你介好的衫。哎呦，这哦，我家己去摕就好啊。无啦，啊，我是想讲顺便来给你借一下电话呢。去。喂，阿嫂，我阿去考啦，啊，我寄予你的衫，你敢有收到啊？有。我有收到啦，有收到就好。啊，爱会穿的无？你做的衫当然嘛是会用的穿，而且吼穿起来足水的呢。你的手咯吼，真正有够油啦。阿嫂，你若介意，我后摆再去做给你。好啦，对啦，阿去哥，最近你有好无？好啦，哪有迄啰无好的？其实吼，我一直咧烦恼你的代志，啊，唔知影讲到底是要甲你斗相共，啊你吼千万一定爱会起哩。迄天我去恁家，甲你讲遐话，有听无？阿嫂，你甲我讲的话吼，我拢会记的啦，啊你唔免替我烦恼啦。嗯，好，家己较保重的哈。我知啦，好，好。阿经理，啊，外口只车我修理好啊，吓啊，头家转来时阵，你甲讲一下啊。好啦，啊，头家转来，我才甲伊讲啦。好，安那无我先来转哦。好。今仔日的代志，你是不是搁去予恁阿奶阿念啊？你虽然吼是无大家啊，啊，不过恁家阿奶就是你的赤家大家，伊是啥物代志拢爱管的。谁那袂当跟阮开讲的？啊，阮是倒有问题？不是恁的问题啦，伊是惊我了麻烦，啊，你知影伊的人较够操烦。啊，讲麻烦，伊上麻烦的啊。啊！替人改衫、趁钱，啊，搁要营营业业，啊，要趁钱，搁要顾伊的自尊。伊是无法做伤忝啦，啊，亲像我做手工，伊就无甲我动啊。伊嘛爱体谅你的苦心啊，你的辛苦啊。啊，你加趁钱，嘛是为着迄个家啊。伊已经真负责任，嘛尽力啊啦。啊，伊无爱我做伤济，是因为关心我。啊，你著知影，伊个人若共关心，就是安尼。我会当讲啥物？对啦，
伊竟然哦对你这么啊负责任，这么啊关心你，这么好的翁，伊是安那就爱甲伊生气？啊，阮若无安尼安慰我家己，日子是要安那过？我心肝内若是有苦，我嘛唔敢甲阮阿嫂讲，我惊阮阿嫂替我操烦。你唔讲哦，伊嘛知影啦。唉，是大人哦，疼咱是疼在咧心肝头的啊。啊，对啊，我家姑父过了三个月，你看卖啊。来来来，这个小大下啦。再小看代志。老板，我来倒去哦，绝对袂讲我袂食饭。阿奇可，阿你甲进来，最近有好无？真好啦，奈唔好？阿只要我若卖用催印机，拢嘛好。我知影进来也唔捌字，阿姨做工课能力原来有限，互你真辛苦。啊，不过你也想看卖安尼，阿进来啊，也无食薰，也无啉烧酒，这款案吼。一定无得见啊！啊，不过伊拢甲我管条条，敢若袂输惊我走去共款。啊，我毋捌嫌伊毋捌字，伊哪着爱安尼啦？那呢？你着爱尽量做我予伊会当安心吗？我有啊，伊无爱我跑跑走，我逐工嘛拢伫咧厝诶，我已经足顺伊安尼。我是感觉吼，厝内代志无啥物对，也、啊、是毋对。干那会合，甲袂合。假使若是有一个人想要进一步，那爱另外一个人爱想办法，爱让一步，就参像跳舞同款。阿奇哥，爱会记你阿嫂甲你讲的这句话：厝是讲情的所在，毋是讲利的所在。婚姻嘛无十全十美。爱安怎，互家己过了较好，这都要靠你家己去体会啊。你知影当初是安怎，我甲恁阿兄会甲一台彩虹车互你？阮就是想讲，万一进来啊，若是发展了无好。你会用你的手艺，斗还这个家，嘛替这个家，搁找一个出路。原来阿嫂你老早就替我打算好。
你是我甲恁阿兄上疼的小妹，当然嘛爱替你拍算啊。你会当用你家己的手艺，当画册家，恁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搁较好。阿嫂，我拢有照你的话咧做，啥物我拢感觉袂着幸福。是安怎，查某人敢会当住伫个厝？敢讲我的世界敢若遮尔大？好啊啦，已经出四成啦，啊无你是要吵我滴啦？苗威啊，来，先这单签名签好啊，你家收好好势。好。哎，小妹，啊，你有想要看卖无？读册吼，读第一名啦。啊，你敢有要甲讲啥？干阿妈我哦上高啦，阿春的哦拢无半句。啊，哦，我知，迄衫裤哦拢啊排队啦，嘿，我先用。看无就唔免排队啊！哦，有啦，我头前先用啊，我们即摆来用后边，哈。敢甲你问，哪有啥物唔敢问的啊？我真好啊。啊，恁阿来无伫个哦，伊出去啦。秋凉，真正是哈鲁克呢。你无代志吧？哦，即摆看到你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哦，啊恁大家是安怎啦？我无代志啦。阿来无伫个，紧你来。对啦，来。200万，我担。200万足济钱的呢，你是要哪担？你敢有法度？就尽量去找钱啊，厝甲工程拢有当抵啊。啊，有人进前吼，
总是摆迄个碰一点，即摆我来做了，我都无放心，我来做输赢。你厉害，无人比你搁较勇敢。若是换作是我，早就毋知影考到倒位去啊，哪会当啊？像你安尼，搁会当处理代志？啊，拄着啊，搁会当安怎？查某人哦，永远拢是愈活愈勇。安尼敢真正会用的？敢真正无问题？查某人只要肯打拼，袂输乎查某人的啊！相信我，咱查某人哦，一定会用的。啊，你真正拢袂惊？当然嘛会啊！逐天暗时拢惊到睏袂去，啊，不过巴肚嘛是会枵，日子嘛是爱过。每天早起起来，就开始戆戆啊做，一天一天就过去。看到恁这么好命，过了这么好，安尼就好啊。至少你无拄着甲我共款的代志。天哪，若甲你比哦！我感觉我家己较好命呢。喂，这种代志哪会当安尼比的啦？不要白讲。不要紧啦，啊，咱拢是好姊妹啊，哪有啥物话是袂当讲的？啊，若是安尼讲，你若有啥物代志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，你著尽量讲，免客气呢。有啊，你哦，假使会当做一个珠宝啊，给我哦，我就会足欢喜的。安尼嘛是我打拼的力量。好啊，当然嘛好。我也是嘞，我嘛袂，我嘛袂。好啦好啦，拢无问题啦。恁拢一人一个，这拢算我的，这对我来讲吼，细条的啦。有啦，你上厉害啊啦。好，我看一下。秋凉，你的手艺这么好，你敢有想讲要家己开店啊？哎，我在想呢，你哦开一间店，啊看是卖这还是卖衫吼？咱大家甲你斗相共，早就甲伊讲过啊。啊，不过因到迄个赤家大家，敢袂同意？啊，我也是较早睏的吼，较袂含眠呐。若是我的世界吼，就亲像我到天棚这么宽啦。谁讲的？你袂记得我讲的？查某人只要肯打拼，袂输乎查甫人的。来，一罐五块，来。来哦，好食卤味哦，还看卖啦。买一罐卤味吼，我甲你算较俗的来。OK， 你这边好卖。哦，这一份八块啦。哎，啊，这个三分。三分，这三分了，好，就请哈。来，好食卤味，真正哦，好食卤味哦。你较细声好无？你这样吵死，要怎么做生意啦？歹势啦。你拄则讲这边几分？三分。三分了。是你卖啥？你卖啥？我要海大三分。海大三分好。哎，啊，这二十，这三，你讲咩？这上十块，上十块。来哦，好食的卤味哦，今日哦，明仔日就做哦。你小点哦，你对咱讲海大几碗？海大二十。好啦，小点一下。海这嘛海三十。好啦，小点一下，我来以后啦。卤味哦。海大要二十。完了三十了。好。OK， 我要两粒卤蛋。来哦，好食的卤味哦。这二十，歹大二十，唔是嘿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歹大二十，歹势，歹势，吼。无啦，等一下啦，我先念面好啊啦，念面好啊啦。那我等。是安怎啦？你惊死人哦！我伫看书啦。吼，较晚阁毋睏，是咧看啥物书啊？是我毋敢睏啦。爸爸拢规定我爱准时睏，伊出去进前过来检查，我敢睏啊袂？我常常过睏，睏睏下就睏去啊。半暝精神，我着安尼偷偷看书。伊若倒来，我着马上再过睏啊。恁爸就是安尼啦。伊若讲安怎吼，就一定爱安怎。迄规气吼是骗子，啊想讲你嘛足含万的，
你一声就去我抓到啊？那是因为我无听到爸爸回来的声音啊。对吼，啊，唔知是安怎，恁爸最近吼愈来愈晚回来呢。问伊啊。你是今仔头一天识识伊哦？啊，我问伊，伊就要甲我讲。就问到伊愿意讲。吼、哦，嘿，我若问到伊愿意讲吼，可能我爱心许黏黏黏黏黏黏到耳仔拢臭去啦。哎、欸，想讲啊，你往来看书看到几点啊？真晏。安尼吼，报名看书吼，足伤目睭的呢。无安尼啦。后摆吼，恁爸若出门做生理，我着甲你叫起看书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规定哦，看到十二点就爱困。好。好好。嗯。你明知影我都唔捌字，你叫我去看咧假笑，这边有可能的代志啦。你逐摆代志都还袂做，啊，你哪要轻易就放弃啦？紧转去，紧转去。啊！哎，想我啦？爸来呀啦！哎呦！啊，恁到底是要去提衫，还是要去买布啊？提衫哦。人生风险天就大，爱是生命的主题，有你有我，风吹啊吹，你我付出的爱会消失，会滴水。你盼寄的心，起起落落拢是会。